泄，神界将崩，唯混沌主神以身应劫，方解众生之难。玄一叛逃，天启灭世，皆与继承主神令玉有关，难道这其中却有关联？妖界大荒，天启，祖神的混沌结界竟然破了。奇怪，这里虽有些魔气波动，但这封印好像是自己溃散的。大荒的混沌结界乃混沌之力所铸，这世间除了小殿下，再无第二个人可以引动混沌之力，令结界溃散。难道是神尊？走，去前观台。神尊，可是要用应声石向祖神询问。事到如今，只能以此来查探当年祖神的事情究竟是什么意思。可向来都是祖神降下训示，若擅自向事关上古，容不得半点差错。无论有什么后果，本尊一力承担。敢问祖神，何为混沌之劫？敢问祖神，何为混沌之劫？神尊，神尊！混沌结界，神界将崩，唯混沌主神以身应劫，方解众生之难。混账！糟老头子！你让上古千辛万苦炼成混沌之力，继承主神之位，难道就是为了让他替你的苍生君赴死吗？